我在装修房子以前，很多朋友跟我说一套房子700万也装鬼了，麻烦你告诉我一下你是咋装的。我才刚刚开始装就花了几万了，走，带你们看一下我咋装的。咋装的嘛？唯一之前才把水电来装鬼，这次又刷了几天，今天让你公司才干。那你咋装的啊？我倒没过你了。走嘛，带你看啊，你看我虚报价格没嘛？看过地方哈，二位别朝对面东路走哈。朝几家边走啊？你要想去可以噻。喂，这是我们的单。门都弄了。说你呢，嘿，看嘛，就是前台1000块钱，他连让月亮安门来了。我有个问题啊，这好端端的门你换了啥子噻？来，看我嘞，这是啥颜色？猪肝红，我实在受不了这颜色。刘子，俺先装房子，700万你装一去了咋装的？装的谁啊？哎，弄锅子装不成，我感觉炒鱼算了。起不来，啥子都可以，只得好的了，这里要弄了。那我来整外头要不得。是的嘛。你还是我整个巴适哟。整好的哈。看嘛，我们的水电都比别人要贵一点。线子，因为电用电的嘛多的。还有这个网线，弄出一根香，看到没？比人贵的，晓得不？嗯。水管也是一样的，全部是。好的呢，哦，这东西水只能用热水，管子烂了嘞，麻烦的很。别的可以省，这个不能省。你这没有装修啥子哦，咋就花了几万块钱噻？因为钱没开出去，但是人家后来干了你就接了嘛，都是，对吧？打线槽、水电就是13600，然后贴砖的师傅也是1万多，瓷砖来的现在不晓得到时候用好砖嘛，还没算。然后。一些啥子物业费、建造费啊，日益交了噻。然后之前我是打算先硬装装了，所有的电器不用的东西先不买。但是后头我想到我们做全屋责任的话，有些东西你必须调试好。那么后边的一些电器啊，或者说主动用的一些台盆啊啥乱七八糟，我都很多东西卖掉，只是说没发货款嘛，值不值钱？反正你自己看着办，这些我也不懂，你才不要虚报哦。耶、yeah, ，你又逼我出点子，我一样都报100块钱噻，我都揣在那包包头啊。还敢唱私房闲话，打死你！我跟你讲，我唱私房闲话，你目的是啥子嘛？还不是拿来给你买点惊喜的噻，是不是？我还敢自己用哦。弄久了，好像你也没给我啥子惊喜的嘛。说明我没唱到私房闲噻。你咋装了那么多啊？你后面钱这够啊？照这个样子算，硬装做接了嘛，没问题的嘛。万一你要是包包头有点私房闲话，你就懵我。后面还有20年，我就好做打算了。来的，大钱没得嘛，10块8块还是有点噻。你都转了一圈了，你看啥子？我们这水电这些那些地方运了的不够的，讲究收费这好蛮不服气。我没啥意见的，你安排的相当巴适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，我想在厨房应该用空调，热天这弄热的。安啥子安？又麻烦又费钱。但是热天热啊。热嘛，这门一打开，风扇一吹就可以了噻。该省的时候省，哥子。但是怕你热了嘛，我弄饭桌辛苦呢。嗯。小美。啊。哎，门看好了，你选的门嘛，还是看啥噻？在嘛，好看不？好高哦，但是你拉开来看里边就好像不高啊，歪倒。显得高嘛就可以了噻。那可以了，钥匙可以把显得钥匙拿甩了，给。有点事情了，走了。走啥子？你拿一把给师傅噻。哦，忘记了，但是拿来把钥匙打不开了，怎么？阿三，先把钥匙用不起了。俺们胶圈里面的哦，胶圈是开外头门的。那好，我拿去。